五星级冬季暖身料理就要来了，那我们今天晚上回家一辈子都不会感冒。第一棒，我们欢迎邱宝郎师傅。邱宝郎师傅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天会有四道的暖身冬季暖身料理，暖身又暖心的，这是必然的。哎，赢的那一组可以把今年冬天的年菜礼盒带走。我想要，而且。好不好？还是甚精彩的。今天带的第一道是什么？暖心暖胃樱桃鸭煲。暖心樱桃鸭煲。对，我们要说清楚一点，要做姜母鸭。时间只有五分钟，眼见为凭，是计时开始。五分钟来得及吗？今天会让你见证奇迹。重点是那个鸭油啊，不是要逼出来才是最香的时候吗？会。不给你压力，不给你压力，不给你压力。还要逼？你不要再逼他了。逼。逼。这感觉好像什么炸薯干，好好吃哦。这是姜味啊。哦，好香啊。炸薯片啊，炸薯片。宝宝，是不是你腌那个鸭肉的时候，你用了哪些东西啊？我用了盐巴、胡椒、麻油、麻油。那他第一次麻油先进。我做好了。哇！哎呦！哇，直接过去。好香哦！那你等下那个油还会用到吗？要炸那个超精华的。哦，里面是粉红色的，好美，嫩哦。时间过了两分钟而已，没事，给我两分钟。栗子，这也是入秋啊。这个栗子是让它去平衡它的燥热。栗子可以平衡它的燥热，所以然后又可以带淀粉。它不寒啊，它为什么会？它是温的，对，它温温的。然后红枣，这个破了啊。然后要去掉籽吗？我没有去籽，是红枣都要小心。对，哦，要比较用力，要吃到也吃到牙。别担心啊，是我们吃啊。啊。是我们都吃，我们会很小心的，真的，谢谢关心哦，谢谢你哦，很贴心哦。这个是什么？锅巴。我还没在看，这是锅巴还是豆皮还是锅巴？锅巴。哇，不忍心啊！真的吗？宝宝师傅，我要倒数喽。还没也来不及了。不要走最后一分钟。不行。我最后十秒起来，然后你冲下去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对，对，加油，合作无间。对，先退。哦，搞到我们合作赛，谢谢。联名款啦。哎，陈哥也很会煮哎。陈哥会，超强。好像已经要到喽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、五、六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好轻。完成，谢谢。豪华的姜母鸭啊，好香，会不会醉？不会，应该不会吧。刚吃第一道了，五分钟这样子很厉害，对啊，一定要用樱桃鸭。不要演了，蜜胖混，这个就在演了，但是好好吃哦。嗯，肉的口感大概几分熟？七分。啊，有七分，有这么嫩啊？7-8分差不多。对，锅巴在里面的效果就很像是我们平常在吃那个麻油鸡饭，然后比较湿润，所以它所有的味道都吃到锅巴里面。其实那个最好吃。好好吃，尤其是它加栗子啊，整个甜，然后带动它的整个香气。肉呀肉呀！哇，还吃晚餐了？哇，续碗嘞！最近运动量很大，对，便当真的是一直在吃两份。掌声鼓励，谢谢秀宝，谢谢。